C model。还是在设计上有所不同了哈，是的，在保留大众的这种家族元素。刚才正想这个吐槽一下大众的这个不变啊，它就来了变化了已经。因为现在大众这种外观的这种不变，确实遭到了大家的很多这种反应和吐槽，所以他们内部也有这样的压力。之前就是我采访过他们的设计的一个主管，他说为什么苹果可以 iPhone、iPad。都长得差不多，也就是压扁拉长或者搓圆一点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？而且他是想说有一个统一的这种简洁的外观是比较好的，但是实际上现实的需求是大家对这种个性化追求越来越强了，是不希望这样。所以说如果你去一些成都这种个性化城市，你就发现它这种个性化的车，稀奇古怪车卖得特别好。那像这种传统的车反而不受大家喜欢那么受欢迎，我觉得这种趋势会越来越广的。